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浪哥我竟然真的能出去当海盗。告别了这些本就不看好我的父老乡亲，我就兴高采烈地开着我的小破船出海了。哎，大船咱有的是，我就是让他们在仓库里待着，我就是不开，哎，我就是玩。好家伙，刚出海我就解决了一个大海龙，又不小心掉进了海洋漩涡，幸好我机灵钻进了木桶躲过一劫。不巧的是我竟然被海盗打捞上来了，进了海盗窝，他们不容我，那我自然也不好惹。一顿橡皮拳法过后，我才意识到何不把我的朋友都召唤出来，大笔一挥画出他们的样子。瞧，这不就出来了。画这个最考验绘画技术了，一定要像，一定要像。哎，猜到我画的是谁了吧？兄弟们，跟我一起来当最强的海贼王。